摸摸你的头，摸摸你的手，是不是发烧了？爸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啊，我的身体没事了。去吧，去办出院手续。一会儿我还有别的事儿。嗯，现在就出院啊？再观察几天吧。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，快去吧。医生，我爸的这个病，你爸的病是半年前发现的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。我和一些专家也曾建议他到美国去治疗，因为美国拥有最先进的分子靶向治疗技术和最权威的专家。可当你爸听说治疗周期需要12个月到18个月的时候，他立刻就回绝了这个方案。那我爸的这个病能治好吗？这个我不好说。 可能是我年纪大了，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孤独。有句话叫“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”。爸爸时常自省，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做错了一些事情，所以老天在惩罚我？ 让我在人生剩下的归途中，显得那么的形单影只，总是没有时间陪你，总是忙着赚钱，忙着应酬，也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了，儿子。我花费了那么多的精力把你带进公司，让你当上副总，我还想让你进入董事会，最终坐在我的位子上。 现在是什么时候？是你负责的项目最关键的时候，可是你呢？整天跑到外头去打仗惹事儿。我原本以为啊，你长进了，结果呢？你还是烂泥扶不上墙啊你！这个世界上什么事儿是公平的？只有弱者才奢望公平。你是我儿子。 欧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这一点，你一定要时刻记住。留在家里，留在公司里，
有什么事儿能过来跟我说一说，哪怕没什么事儿，只是陪我坐一坐，喝喝茶，发发呆都行。您今天还是好好回家休息吧，公司有我姐还有我，有什么事情你可以交代给我们做好吗？我的身体我清楚，你去把车停好吧，不用管我。你在哪儿？你怎么来了？贾一龙跟我说，你现在的心情非常沮丧。你怎么了？告诉我。欧阳，这枚戒指是你亲手为我戴上的，你告诉我，它意味着什么？它意味着我们相互拥有，相互扶持。无论是好是坏，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富裕或贫穷，我们都彼此相爱珍惜，直到死亡才能把我们分开。
所以，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会和你在一起。我们一起面对。你现在应该听你爸的。为了他，为了你的家人，更为了你自己，好好的把欧氏经营下去。加油！